是一只章鱼，章鱼，章鱼的眼睛。这个是因为我儿子在金马桥事件被一个逆向的那个司机撞死，所以我太无闻的。那你一定要把你儿子刺在身上吗？哎呦，他们喜欢蒙着跟他的刺子都在身上。刺了你儿子没有脸在身上之后，所有朋友都叫我什么要放下啦，其实还是放不下，所以我用我的六个字自己想的，就是这六个字就是无私、无念、无悔，我不准后悔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抛起来了。